收看《维新世界易经新法讲座》，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善信大德，各位易经先进，各位先生，各位在座听经闻法，连坐上各姓宗亲历代祖先九贤七祖，各位各人累劫完成祭祖，各位参加法会各姓门下无缘诸事英灵，阿弥陀佛。今日咱禅机山善护寺中秋年恭祝大罗天界几个先师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吉安消灾发会，以及圣佛师为普利众生易经大学成立的这个易经心法讲座的发挥。今日是中秋年二月七十日，还欣赏乱世末法之际啊，社会乱象，世间的种种不幸，世间的种种脱俗的行为啊，相信各位啊，也拢有感触的。过去啊，社会上这乱象啊，相信各位有所听，有所见。相信各位也真在痛心，也真在惊也不安。所以诸天圣贤佛菩萨大慈大悲啊，降凡尘，好了，照各种的因缘，讲经说法、传法，希望会当众生呢，会当开悟，会当为心灵的开发达到祥和。尤其啊，现在咱国家修炼啊，也在提倡心灵改革、心灵改造。那么心灵改革改造呢，讲是真简单，做是真困难。讲是比做的较紧，但是讲是爱负责，做者爱尽心。既然讲出这个妙法啊，会当救度社会的乱象的妙法啦，就是心灵改造。心灵改造的方式啊，有真侪种，有诶对法的改造，有诶国家的重点、重型来改造，拘束人的心、身体，但是心啊，无法度去改造着。但是在重点之下咧，虽然是收到一时的效果，但是啊，好以后生生世世循环啊，循环啊，嘛无法度去改消呀。好，所以真侪有诶是改
这个地皮无地心、地肉、无地脆，这个情形之下咧，咱的社会要相合咧，可能哈、都去爱真大的考验咯。兴风乱世，哈、有英雄圣贤辈出，拢来教化社会。咱的在社会上所谓教员、老师，我只啊真正赞叹，来尊敬。一个教育家的大主意，教育家的政策，后来会当予咱的人，好对这个黑暗、脱俗的心思想啊，来个慢慢导正，予咱每个人过一个心安无挂碍、清净的人生。我本人一只代表天下间所有众生啊，来个各位致最高的敬意，希望各位善知识，各位社会上所有啊善知识啊，会当继续咧，佮发出各位的爱心，会当发出各位的智慧，以正法来领导社会，唔通让社会佮继续佮脱俗咧。第二咧，就是讲宗教家。自古以来，宗教占在咱的世间呐，占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过去真侪人无智慧的人，将这宗教看作是迷信，看作宗教是干呐要趁钱、趁世间钱。那这个想法者非常的错误。什么叫一宗？啥叫一教？宗就是咱心灵安详的一个法门为宗，咱心灵安详的教育教法为宗。所以高圣先贤、诸佛菩萨啦，将因心灵哈所开悟出来的妙法啦，会当予众生做一个明灯，哈对黑暗的哈加出光明。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教法。易经是大学，大学在易经。好，所以一寡无善知识的众生啊，的人啊，往往呢，还一个妄道心、嫉妒心、好不满的心、愚痴的心啊，往往呢，对一寡善知识、一寡啊的大师、宗教家呢所讲的真言呐，往往呢，拢甲看作讲。人就要骗你，那安尼有这想法的人啊，心内已经走入黑暗的人生哦。在此呢，向有这想法的人啊，请恁大家啊，放弃无智慧的心，把心抛开，好安尼呢，咱的人生才会走入真正安详。宗教家，就是讲将圣贤。好，比如耶稣咧，会教伊耶稣牺牲自我、奉献自我的精神呐，咱来个学。耶稣的博爱，咱来个学。佛陀的慈悲啊，佛的慈悲啊，咱来学伊的慈悲。当时释迦牟尼佛，好，伊在世，好啊，放弃王子的地位，哈，你出去外口受尽风霜，要来找空。找一条路，会当帮助众生，帮助众生诶解脱烦恼的一条方式，哈，会当帮助众生咧如何找到永远的生命、生生不灭不死的生命咧。所以释迦牟尼啊，哈，为着众生诶，为着大众咧，哈，甘愿放下这个国土，哈，而且咧就荣华富贵，家己受尽沧桑咧。啊，奔波于一个各国角落咧，为着是啥？为着要甲众生讲，咱人的生命是偌长，咱安那才会过着安详的人生。这是佛释迦牟尼啊的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哈、啊，还有诸佛菩萨的大慈大悲啊，
相信各位啊，也真正详细。所以咱若看了佛，咱爱尊敬伊；看了佛教，都佛的教义，释迦牟尼佛的教义啊，咱爱学伊的教义。那安尼做，咱人生才过着一个安详、无烦恼的人生。啊，过来就是咱的道祖太上道祖李罗君，哈罗丹，哈罗智，哈伊个大彻大悟，所以才有做个道德道德经。啊，伊道德经啊，内底个内容开始就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讲一切你所讲的，拢毋是永远的物件。比如讲，我这个病，我现在讲病，但是无偌久咧，这个病写了去啊，害去啊，爱淡掉去啊，变无路用去啊。所以你袂用讲永远随这个病来用用，哈，嘛袂用随这个永远是病。啊，那病伊嘛害去，咱人讲我人，咱也无永远是人，咱人嘛会害去。所以未使嘛是叫，永远叫做人。啊，咱人伫世间想讲，哇，我咧，生活咧，感觉真正富足，哈，啊是生活咧，真正有权有贵，啊，那安尼来咧，无偌久，凡是马仔破病，后日死翘翘，啊是明今日真好呀，荣华富贵，马仔咧开始真正贫穷，心灵不安。安尼是啊，咱人嘛无是永远是富贵，好也是好呀，富贵是富贵。哦，所以有这个问题叫做无常，生命多或多非常多。比如讲，即摆真侪人社会宗教的兴起，真侪咧，即宗教方面咧，讲我是什么宗什么教上好，传出各种的宗门法门咧，好讲我这就上对，是需要多。好多都会使你讲，但是唔是永远是安尼不变的。比如讲，现在我到各位的家中，比如恁住台北，要到台北咧，吓我原来讲啊，你行高速公路，现在在塞车，那么我就驶对西滨，驶对海线，歇下咧，我坐飞机到贵府的所在地去。哈，这都是多好多非常多。以后一年呢，我会详详细细要来讲，予各位来了解。啊，说名可名，非常名。啊，即摆人好名足济，那比如我的名，我那都张天王，哈，啊，都因为无耻无智啊，无智慧啊，哈，当时啊，感觉事业、家庭、身体啊，种种无如意的事啊。就四个签名文书改名开钱改名，哈改咧，改做名都是张一水。那么安尼是不是张一水就永远是我的名咧？无一定，名嘛是无永远是我的名。好，我很写咧，我会阁改。当我这个入这个佛门道门以后咧，哈现行哈佛菩萨咧，好我的名好多混完，好这名。可名名会使你叫，但是咪永远这个名。世间的一切的代志啊，拢不是永远存在的，各位必须要了解。那么世间的名较多咧，唔是永远存在的，究竟如何来找到一只自己的路途呢？这是咱今日传的一经心法的法门。和其他的诸佛菩萨。拢是真侪多法，比如孔子，孔子讲，咱的圣贤，孔子圣贤呢，哈在战国时代，哈，伊就奔波于七国内底，无官好做，哈，啊一心一意的，到尾啊咧，弘扬伊的教义，哈，伊教义，哈，那么孔子咧，伊所过去所传的法。在那形成一时，但是啊，到几年前呢，好，人有对这孔子的妙法呢，人家批评，好，人家批评，现在嘛，真侪人批评孔子的法。
但是根据我听过真侪批评孔子的话的人啊，唔是真正大智慧，唔是真正大智慧。真正大智慧的人，伊袂甲批评，伊袂批评。所以啊，我也当着有一挂神职即个教授，也是一挂神职是嘛好，哈，也是读过读过册，啊，也是食几杯硬菜的人嘛真济。啊，伊就批评孔子的教义唔对，爱安尼才对。结果呢，所看呢，看了一面，啊，正面有看到，后面无看，倒面无看，正面无看，顶头无看，下面无看。所以啊，才造成呢，好有只对这圣贤的批评，一教批评一教，一个法门批评一个法门，所以名可名，非常名，唔是永远的都对。那么算是正确的呢？这是咱每个人内心哈爱开发出来，咱的大智慧开发出来。好，那么咱的佛教《可兰经》，哈，《可兰经》一手提经，一手压的压夹。好，迄个在教咱讲爱依照有圣贤、有智慧的圣贤所开始的去做咱人生的目标。爱用我多一精神斩断咱的牛痴，斩断咱的烦恼丝，而且呢，爱用这个多呢斩断咱这个叫做牛痴的想法，好自私的心，安尼来呢，好咱的佛教的《可兰经》呢，好咱的穆罕默德的《可兰经》呢，的真义那是假的，可惜咱人啊。在世间中间呢，拢好真济，才会合作啊，甲咱障碍去啊。以上种种，遮个问题、社会问题、人心的问题，哈，政府要提倡心灵改造，究竟如何改造呢？哈，心灵改革如何改革？建立安详清净的心灵，安详呢？哈，安详呢？要伫倒开始呢？只有依是依照高僧圣贤的妙法，一部经、一本经、一个文章，足够来当留落来，哈，好当会当经得起实验的法啦，会当采用有法度使用的法啦，的时啊，就一定留到这边来。若是呢，那不如法的法呢，无法度接受伫社会上无用的法的时啊。哈，真紧，免到咱这时阵都灭掉去啊！无他留到这时阵，哈，这个问题各位啊，有个人开始咧起着烦恼心，哈，咁真正会使用起着疑心，哈，这个问题啊，我希望是咱一经心法啦，要开创这一经心法，将这个一经心法这个妙法啦，来甲弘扬以后咧，哈，会当让各位对。咱的人生对整个娑婆世界大宇宙虚空的认识，搁进一步，那安尼呢，咱心就安详咯。中国几千年来，哈战争，哈改朝换代，非常的频繁，非常的哈，这个让人去惊吓。每一届若要改朝换代的时啊，哈。啊，就自然呢，有真多世间的不幸。啊，因为世间的不幸啊，造成人的心不安，造成呢社会搁较乱，造成呢啊，就万达、万道、嫉妒。那么安尼来呢，吼、哦，社会要安详呢，天下要太平呢，确实就是真正困难咯、哦。好佳哉呢，咱上天慈悲啊！好，天龙护法的大慈悲，咱的国家世间，该再安尼乱的，拢是要勉强度过。但是这毋是办法，这毋是办法。基于以上这个问题啊，哈，所以啊，我本人哈也决定伫这个二月初九就开始啊。也是昨昏，好开始诶，好举办咱这个叫做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啊。王禅老祖的圣诞是三月二六，
三月二六，好，咱呢，因为这个讲我的妙法啦，所以是进前我就开始遵照往常多多几个先师开始啊，来继续讲解，开始讲解易经心法，易经心法。那么，因为世间的乱象，上乱在战国七雄之时啊，战国时代，七个七雄，七个国家，到最后来苏秦、张仪啊，哈合纵连环，合纵连横啦，哈就这里啊，秦朝咧，哈统一七国。那么统一以后咧，哈当然啦、啊。社会世间啊，哈国家内底真侪人民啊，有心哈来赞叹，惊吓甲赞叹的，所以才有流传一句这个叫做啊赞叹贵国先师。当时苏秦、张仪的师傅啊，就是贵国主，哈贵国先师啊，啊贵国主啊。这个当时有一百空白的徒弟，其中啊，判官张仪、判官啊、孙膑啊，哈、哦，这个下山嘛，判官下山，甲这个孙膑啊，下山的时啊，有伫世间示现的一段非常悲惨的人生，相信各位拢真清楚。那么第二个阶段就是苏秦、张仪啊，苏秦、张仪下山，好过来，好做这国师，然后呢合纵连环，合纵连环呢，好这里才平定这七国，安定来。那么因为这个原因呢、啊，所以啊，咱的中国所有的民间呢，都有流传一句。这个话赞叹贵国先师，哈赞叹贵国主。这四句话呢，这四句呢，咱若是开始，若无开悟的人想起来，会感觉真正，哈、哦，感觉哪有这么夸张，哈、哦，哪有这么这个叫做骄傲，哈、哦，难道真正贵国主，咁真正遐牛噶？哦、所以有这个问题啊，好、哦，那么会发生问题归问题，流传归流传。南无王禅老祖大天尊。